李健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是这样温情款款、温文尔雅的样子吗？但其实私下他很调皮的。正在吃东西的李健被拍到正在做鬼脸，看起来奶凶奶凶的样子，超级像史迪仔。其实这张照片是有故事的，据说他正在对着拍自己的妻子小贝克做鬼脸，没想到私底下李健这么可爱，而且鬼脸只给自己的爱人，有妻子在旁，超级放松的李健还站起身来摇摆摇摆。其实他对老婆的情话张嘴就来，有人问他去哪里度的蜜月，他说自己每天都在度蜜月，而他妻子在微博上以前经常分享自己生活的日常，叫李健出差先生也是很甜，这种暗戳戳的糖最甜了。毕竟比起那些跟自己老婆毫无互动却和别的异性互动的平凡的男人相比，李健才是宠妻狂魔应有的样子。